500斤拉力的强磁铁，花了我150多，20米长，打捞绳，连接锁环，直径为12厘米，外圈有钢壳护体，吊环，非常的漂亮。首先是西岗的镇大河。这都啥呀？铁矿石啊？应该是。满大河捞俩钉子。库存一声，没剩多远呢。哎，货有货有货，铁丝吧，勺子，勺子，马黄，马黄，马黄，哎，是马黄，是马黄，四只蹄儿。哎呀妈，真马黄，我操！啊，扔这块吧，扔这块吧。啊，这是咱打捞的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战利品。又是空军。嗯。扔不进去，太沉了。是吗？这就适合垂直打捞，拿你无人机叼下。啊，叼不动。没有，换大江了，黑龙江。好，注意安全。真是服了这个老六，绳子这头竟然没拴，赶紧找来了海竿往回打捞。哎，好像没。这个过了，这个、过了。好，现在打捞我们的强磁，丢了一块强磁，现在鱼竿也被刮住了，啊，倒霉的一天啊！来，又搭个钩，又搭个坠。接下来咱们去网上买个锚钩。很快啊，到货了。20米长绳子，30多块钱。能否继续玩强磁呢？就看他了。长记性了啊，先绑上。正前方12点方向，10米远。这不行，太偏了。不行，你把那个救生腰带带上去，怕你掉水里。哎，你要掉水里，你能游上来吗？我操，这地方老鸡巴深了，这底下有窝。真疼，够黑的。将近了，换换位置，换换位置。
啊，完了，上不来了。大概水下4米多深，搁绳子吧。本来强磁打捞，最后打捞强磁，提绳回家。评论区谁让我强磁打捞的？